看一看第三道小题，看图填空并列出算式。同学们先要把空来填一填，我们会发现在图当中呀，有着四个小朋友在搬花儿，很好。来看看原来有几盆花，同学们赶紧跟着乐乐老师我们一块来数一数好不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非常好，原来是有九盆花呢，有搬来了，快看看，搬来了，一二三四，搬来了四盆。现在想问的是一共有多少盆，简不简单呀？简单，想问一共，实际上问的就是总共的这个总体，对不对？请问要用什么方法？当然是加，没错，那就是九加四，对吧？那么接下来我们赶紧要算一算，赶紧来回忆啊，凑十法。注意，猜小数补大数，见到九想到一，棒极了。那我们现在赶紧把四拆一拆啊，拆成一和三啦，九加一等于十，十加三得十三，完了，这道题目搞定了，一共有十三盆。好啦，电脑前的宝贝们，这一道题你听明白了吗？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电子版的解答过程，还是要弄清楚啊，你知什么想让我来求什么。完了，那正确答案你可以这样去写，也可以这样去写。好，第一问乐老师我已经讲完了，那么下面的这第二小问留给电脑前聪明的小朋友们，暂停视频自己动脑筋来思考一会儿，怎么样，想清楚了吗？我们来看看啊，哎呀，这里面有小兔子在拔什么，在拔萝卜，非常好，我拔了八个萝卜，我拔了五个萝卜，这茄子说了，请问一共拔了多少个萝卜？一看到一共了，同学们注意了，要让你去求一求总体了，赶紧告诉我用什么方法，棒极了，就是加法，对不对？那我先写好啊，要用加法，在圆圈当中呀，要写好我们的运算符号。那他拔了八个，而他拔了五个，于是现在我就要想到凑十法，对吧？拆小数补大数，见到八我会想到二，非常好。那我们就把五拆成，来张嘴告诉我，二和三。八加二，这儿是多少了？这个地方是十，十再加三得十三，这一道题搞定啦！同学们，你们这一道题做对了吗？一块来看一下石老师点睛，请大家一定要清楚，已知部分想求总数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用，张嘴告诉我，用加法，非常的好，记住了啊！已知部分想求总数，我们就要来列加法算式。